家，无忧无虑嘻嘻哈哈。可我心里还有个梦啊，想去海角，想去天涯。有谁和我一起出发，看看世界到底多大。他们笑我是个小呆瓜，我不放弃也不害怕。朋友，今天幼儿园里来了个新同学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呢？大家快来看，教室里来了个新同学。有新同学啊！又来了新同学呀！俺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吧。新同学，嗨，你们好，我的名字叫紫标杰豆豆。杰豆豆你好。我叫光头强。我叫小月亮。俺叫熊大。我是毛毛。还有俺，俺叫熊二。真高兴认识你们，我希望能和你们成为好朋友。俺们是好朋友。对了，杰豆豆，你的耳朵怎么和我们的不一样啊？一大一小的。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听妈妈说，我好像从小就是这样。上次我的手指受伤，肿得可大了。鸽子医生说是因为感染了。感染？啥是感染？会不会传染？萌萌，杰豆豆的耳朵被感染了，会传染。熊大，熊二说杰豆豆的大耳朵会传染。啥？大耳朵会传染？特别呀！光头强不要碰，碰了你也会像他一样长一只大耳朵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传染的。不信，你们摸一摸，你们摸摸呀！别跑呀！别跑呀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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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接球！光头强，快点停下！我要开始传球了。这儿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嗨，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？杰豆豆，俺们现在不想踢球了。俺们不想踢球了。那你们下次踢球再记得叫我。下次大家一定会和我一起玩的。毛毛摸了杰豆豆的大耳朵了。毛毛，
你的耳朵有没有不舒服呀？是啊是啊，现在有一点痒。我被传染了。不会的不会的，不会传染的。不要，我不要变成大小耳朵。你们听我说呀。到了第二天，毛毛今天怎么还没来呀？毛毛被传染了，所以没来上学。毛毛，你来啦！毛毛，让俺看看你的耳朵，好像没有变大哎。是没有变大。那你昨天怎么说耳朵痒痒的呢？一开始我不知道，回家了我才发现耳朵里有一只小蚂蚁。啊！毛毛的耳朵没有变大，那就是说摸了杰豆豆的耳朵不会被传染。可能真的不会。那俺们是不是可以跟杰豆豆一起玩了？熊大、熊二，原来你们在这儿啊！我们一起去玩捉迷藏吧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我先躲起来喽，那俺们也去藏起来。好，杰豆豆，叫杰豆豆跟俺们一起玩捉迷藏吧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杰豆豆，跟俺们一起玩吧。好啦，我要开始数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藏好了吗？我来找你们啦。毛毛，找到一个啦。找到你啦。躲在这儿肯定找不着俺。呀，咋多了个小草丛？是我，熊二。原来你在这儿。小月亮来了，小月亮，找到你了，熊二，还有三个。好险啊！俺的尾巴，谁呀？熊大，姐豆豆。熊大、杰豆豆，找到你们啦！是杰豆豆踩到俺了，要不然才不会被你找到呢。现在就剩光头强了，再见。小月亮和光头强咋还没回来呀？熊大，熊大，小月亮咋了？你们知道光头强藏哪儿了吗？不知道。你每个地方都找过了吗？我都找了，可是就是找不到他。小月亮，那你就认输吧。不找了，不找了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，你快出来吧！光头强，认输了，快出来吧。那俺们分头找。光头强，光头强，你在哪儿啊？找到了吗？喂。我刚刚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，不知道是不是光头强发出来的。有声音吗？俺咋啥也没听到呀？我也没听到。是真的，声音就是从那边传来的。不相信的话，我带你们去看看。走，跟我来。就在这儿。是光头强。原来光头强藏在这儿睡着了。杰豆豆，你的大耳朵怎么这么厉害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很多别人听不到的声音，我这只大耳朵都能听到。你的耳朵这么厉害，好想摸摸呀。熊二，你别摸呀，摸了会被传染的。不会的。是啊是啊，昨天我摸了杰豆豆的大耳朵，没有被传染。你看。就是呀，
多亏了杰豆豆的大耳朵，我们才找到你，不然你就要在树洞里过夜了。啊，可是光头强，你看，阿莫莉也没有被传染。也是哦。对不起，杰豆豆，我错怪你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。杰豆豆，对不起。我们之前也错怪你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。要是俺也有一只这样的大耳朵就好了，那俺就能像杰豆豆一样厉害。我也要，我也要，还有我，还有毛毛。快放学了，俺们先回去吧。俺们也有了像你一样的大耳朵了。哇，看我的，看我的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身边是不是也有像杰豆豆这样不一样的朋友呢？快去和他们交朋友吧。小朋友们再见。熊二，熊二，你怎么哭了？妈妈，昨晚俺梦见方特水上乐园了，那里可有趣了，有超级刺激的大喇叭、滑水道和懒人漂流，好多好多好玩的。可是俺一醒来，水上乐园就没了。宝贝不哭，妈妈今天就带你们去。啊，太好了，可以去方特水上乐园玩了。方特，成就欢乐梦想。Yeah.